笑，大仙不闹，怎么不来打把猴喽。Let's go。他大招用了呀，那我进野区了。哎呀，可恶，这沉默好烦呐！小子恶心我是有一套的，我来，进一次亏一次。完了，他也被沉默了。哎呀，哥们儿，你也跟我一样上当了，属于是。这一波我还不好包啊，试试啊。哎，完了。哎，我的，哎呀 ！A 太快了，我只能说，正常正常。你但凡有我这种操作，你才是国服猴，懂吗？好，我们直接用那个野怪打的野怪，然后找到一个角度把人都切了。找机会，你真的感觉挺难赢的，说实话，你连跪是正常的，兄弟，比较难打，比较难打。